科技现烘咖啡厅，鲔鱼溏心蛋的软化起司，椒盐嫩鸡胸素食餐盒，单品拿铁。除了咖啡豆是我们自己烘的，加上开源的自然鲜奶，可以衬托出我们咖啡豆的醇厚感。可以跟咖啡结合的，我们都很愿意去尝试。意大利面呈现给消费者的品质、服务、环境的整洁干净，产品的多样性，还有他们物流的配送也非常的方便。我们做连锁，像未来在中南部要拓点的话，物流这一块是相当重要的。有很多哎，菜单上基本都是，就是轻食类的软发，还有波卡夏，然后莫尼的糖浆、植人鲜奶，那还有我们在制作餐点的卫生级手套。开源的伙伴会常常提供我们食谱跟 SOP， 可以思考新增菜单上面的多样性，甚至也会有开源的伙伴到我们店跟我们一起试做新的产品。我们菜单的多样性就是可以让客人在我们店里坐上一整天，就是从早餐啊、午餐啊，甚至下午茶都可以。